阳光，这世界变幻无常，如今你又在何方？愿我无法陪你走那么长，任何地方都是我的远方，失去只留下你遗憾。你的好好看的小姐去点个关注吧，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新秀人的新就在这里。你好阿童木哥哥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新秀人的新就在这里。我是本次的接档主播小彩旗大家喜欢小彩旗的哥哥们可以给小彩旗点一点关注哈，手机用户点一点左上角黄色的桃心，电脑用户勾一勾直播室通知我。你是少数民族啊？我不是。你好阿童木哥哥我不是少数民族，然后但是算是半个少数民族吧。然后大家手中免费的花花送一送好不好？大家手中免费的花花，然后大家没有点星星的哥哥们，星星点一点哈，动一动你们宝金手银手，2018年即将要发财的手好不好？把那个底下那个桃心点一点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疯了。好了，我们跳下一支傣族舞好不好？然后我是一个民族舞，也是一个古风舞蹈，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小彩旗的关注。下面给大家带来一支，还是一支傣族舞哈，那个竹楼情歌，希望你们喜欢哈。
孔雀大明王是什么？杨丽萍不来招你吗？不是，杨丽萍怎么可能会来招我呢？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我只是一个业余的爱好傣族舞的一个舞蹈者哈，应该这么说。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怎么关注啊？手机用户点一点黄色的桃心，订阅用户勾一勾直播室通知我。大家有没有点心心的哥哥们，把你们的心送给我好不好？把你们的花花送给我，把你们的心送给我。然后大家不要离开992哈，那个好歌好舞精彩不断哈，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估计跳也没有时间了。电脑在哪里点？跳得非常好，加油，我们爱你，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花花哈。然后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哥哥们点一点关注。然后今天呢我们不直播，因为今天是我们公司的年会，然后我们要聚会，然后明天给大家准时准点的直播哈。然后明天早上11点我们相聚在官方992频道好不好，与大家不见不散。还有最后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歌吧，然后唱一首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抓紧时间点关注。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树叶翻越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树叶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我却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我却得如此难以入胸怀，当我越是生来脾气就会越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好了，我就唱到这里，还有30秒的时间了，神乐还有30秒的时间了，然后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抓紧时间点关注了，宝宝们明天同一时间11点我与大家官方992频道不见不散，大家不要离开992，好歌好舞精彩不断，舞好歌甜人美。好了哥哥们拜拜，明天我们早上再见。你说怎么了？拜拜，哥哥们，大家不要离开992啊，拜拜。